喝酒啊？喂，你跑去喝酒啦？心情好吗？拜托啦，你赚那么点钱养活自己都难，来全家喝酒？我要陪人家请酒不可以啊？谁请你啦？喂，你以为那些男人平白无故请你喝酒啊？人家是想借酒行凶迷奸你。Please 啦，什么迷奸？你不是在家就是在店里面，对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了解。现在是 21st century， 你以为是物所难用的年代啊？对，物所难用时代有坏人，现在有坏人，以前的坏人坏出脸，现在的坏人坏不出脸，你是防不胜防。我告诉你，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多像八哥，八哥陪人家喝酒还有钱拿、啊、你呢？如果给你死去的老妈看到你，也会活被你给气死。小老婆，小老婆，是不是小老婆？我是你老爸，你这样跟我说话的？吵什么了？你给我出来，我话还没说完。还有什么事啊？加油。我那里不是给你了吗？那是上个月的，现在是这个月的。我没有钱呐，我还没拿薪水啊。现在几号了还没发薪水？我是屁股动手术，不是脑袋动手术啊！啊，说到手术啊，医药费你也应该负责。你动手术关我什么事？老爸动手术，你一定要帮忙啊！哦，我不管，你负责一半，你哥哥负责一半。OK， 我明天给你，可以吗？就想说定啊，你不要再给我拖啊！告诉你。对了，我明天都要搬出去，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，耶！搬出去，我就不想